连看，让我试试看。啊，差一点八万九，带着蛋糕还是无法。我想看一下伤害。哎，这样不会死。刷到快崩溃哦！对哦，玄哥是那个要刷五张的人吗？真的假的？玄哥，你这次也要刷五张哦？伤害怎样？哎，破亿！海滩，谢谢你的生日快乐内。我体力回了十一次才总算临时过一场，哇，辛苦你了。好险这一次没有成就是临时通关呢，所以这次成就相对来讲还好。我跟你讲，这对没有水珠，还有伤害。来看一下这个蛇康没有消水珠，哇，停砍破亿很稳呢，这一对。停砍破亿是可以的。哦，不过下来只能叠珠。这免费卡做这样，我觉得还行啦，娱乐队。跟之前那个分析的差不多，就是娱乐的感觉啊，忘记开特效了，这对就是要开特效。转出画面特效，这边是要洗一下技能。是不是要打不过啦？剧本用错，死在王二，气死！死在后面真的是很想翻桌啊！还有人抖内动一下，转珠师，转珠灌流，明天杰比的生日快乐内，我十抽就只剩下大哥猪探探没有一对了，但是妹妹给我十张，如果出个捐款，我肯定捐妹妹。哈，你十抽只剩下，哦，你要抽五张。一对是不是？我看懂了，游王的烦恼。那什么伤害？这个就是两卡的伤害啊。堂堂的两卡伤害竟然输注，这就娱乐队啊。上玄之山也堕落了，可能现在如人早上吧，凌晨早上。威力比较弱，伤害是真的还好，900倍打这样子，我觉得，娱乐队跟之前一样，好，总算可以开这个了，停开，注意哦，不准住了，直接消。手消不转珠的话是11，然后这边多添加到13，看一下伤害，比我想象中还烂很多哎、欸！我以为有个十亿，没想到，我刚才满怀期待哎、欸，我靠下去没东西哎、欸，傻眼，好烂啊！太娱乐了吧？615。这平常也不会拿出来用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不做强一点呢？有点小傻眼这里。不过这队是不是偏魔队的玩法？因为他好像会每回合更新，对不对？大哥终于赢了，在伤害的方面是赢过了。不过人家是鬼啊，不会死。怎么你就在这？还可以一直更新跟你磨，可是大哥死的就是死了，没有第二条命啊。这水珠有点问题，开这个，要不要试试装魔族龙科？哦，对耶，是可以。哦，干，消到了。啊，我转珠很烂，吃13颗石头过梦魇还行吗？不行，我很严格，你要临时过，不然就退游啊！没有开玩笑的，我是说。可以练习一下啦，好吧，你以临时为目标，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啦，
有吃食拿到就是一种肯定嘛，至少证明你有实力过嘛，慢慢努力好不好，不要退哦，努力的继续玩下去，这游戏需要你。我们怎么会是那种呛人退游的人呢，怎么会这样，哪有啊，对不对，大家请继续玩下去，这游戏真好玩。他怎么死了？那可以开这个吗？引爆所有浮石，掉落无数强化。哎呦，冰冻珠炸掉吗？好像炸不掉哈。哇，好弱的鬼，连冰冻珠都炸不掉。乱嘴一通，好弱的鬼，这就是上玄三的实力吗？打个两亿就爽了吗？上玄三，上玄之耻。没啊，人家就娱乐队，不然你想怎样？好，他的那个台词讲的很有气魄，哎，可是打出来的伤害也像是在抓痒，怎么回事？我要三 gain 的，我阿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三 gain？ 好吧，谢谢阿红多几年的照顾，怎么了，泽豪？没啦，打不过不要伤心啊，多打几次就过了。别退游啊，退游这样我很孤单呢。你害我好丢脸，小笨鬼。哎，看这是40连击盾呢，两卡要打到什么时候？你其实就是上山吧？哈？为什么？哦哟，好烦哦，这边。超扯哎，虽然血量很多，可是打太久，重看不重用。觉得右抓练几张好，最多可以练三张啊，但我看这个难度，一般人应该练一张就好了，不然太辛苦了。夏马西赢了，为什么要跟夏马西比？我问号，你说两卡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一个魔族要跟夏马西比？我想先去看山上了，我也想去山上。狗狗跟阿佳，你们是住隔壁是不是？一搭一唱，二技有追打，好吧，那我开个二技好了，至少会快一点点。二技有追打六次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。哦，原来是做球给二技是不是？敲敲敲敲敲敲，哎，不错，敲的不错，再敲一次。他这个 CD 很 CD 3啊，所以可以敲来敲去。啊，不过开二技就没有三，没有二消喽，大家注意。可以测两招同时 K 的伤害吗？应该说可以开啊，等下试试看。可是只会有，应该说一个人没办法打两个人，两招啊，所以还是只有一招的一个输出。可是总体输出应该会上升一点，好像下一个回合就好。上玄之山，阿红你还是当鬼吧，擦，你还是退游吧，圈。这个稳稳的六亿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洗三回合，他又可以再开心。主播这样子播台，我看想哭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强度吗？还是什么？欸、你看他技能都跳了，是吧？很鬼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开，先开二，再开一，这样就整满强化。二一。好，龙科应该管得过去吧，剩90%，所以等一下伤害直接乘以10就好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12最终大爆发，大家要不要猜伤害多少？我猜总伤40亿吧。太久没打这龙科了，这龙科有够难打哎、欸。怎么那么多同时的啊？62亿以下，
那打得穿吗？我可以哦，吓死我！妈呀！啊，对耶，哎、欸，我简直是小那个什么数学小精算师啊！太扯了吧我！刚好41就41耶，丝毫不差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怎么有人6200分哦？好骚好骚，没事，我们血很多，打6200那个就不用在意啦。原本那模拟器打那个就有够难。那个，请大家无视我刚刚的龙科分数。好，实测完的结果就是娱乐队，可是比之前想的还要再娱乐一点。以为爆发至少有个20亿的，但没有，搭龙科才40亿，有点惨。以现在来讲，这个张队长就不及格了。如果以后倍率再膨胀一点，这张就对餐馆当队长餐馆居多，所以他主要用途还是当队员吧。伤害是蛮娱乐，对啊。